哇，我打蔡宗廷，打蔡宗廷，全部职业选手啊，要怎么打？这边 M17 中野下路两个 HQ 怎么打？怎么会拆啊？小闪转，这样的吗？这样玩的吗？当我没打过 AD 是不是啦？我 AD 也是很强啊，我 AD EZ 真的强，我要转 AD 了，明年不退休。哎秀，秒闪，哇，耶耶，干他们交几个闪，再打一年，再打一年，退去了。哈哈，贝特，这俩队友，哦，哈哈，太顺了吧！Thank you.